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鲗鱼涌区美廉物业 Linda。 今天来介绍最新的鲗鱼涌区的楼盘资讯。这个就是康怡花园的，我们来看一看入面的设施。这里来介绍一个668尺的两房半的单位，这里是客厅，它是一个园景来的，但是因为它高层都很安静很舒适，装修非常之有创意。我们来看内容了，这个呢就是呢厨房啦，很整齐的柜，每一颜色。这个呢做了很多衣柜啦，这个呢就是工人房啦，或者杂物房啦，有窗的。第一个房间啦，对自泳池啦，同埋呢体育运动场。好啦，咁我哋呢、这个系第三间主人房，对流窗啦，放多少少山景嘅主人房个洗手间啦。这个呢就是第二个客厕啦。好，今天这个单位就介绍到这里。